我们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。罗马书神为什么设立律法？咱们从十九节读到第二十节，找到没有？一、二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凡以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好，十九节呢？说律法为什么有的？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，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塞口的，叫全世界的，就是普世人，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这是设立律法的目的。律法的目的就是把人口塞住了，你好服，叫你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律法不是给人守的，律法也不是给新时代的人设立的，不是给新约的时代人设立的，乃是给旧约的时代人设立的。接着把他们的口给塞住了，叫新时代的人能够长见识，能够成为教训。有一些话圣经上主要是叫人长教训的，像旧约那些失败的人，他们是怎么失败的，成为后来世代人的警戒。不是叫你去效法，乃是要警戒你，叫你知道那些靠律法称义的最终的结果都是那个结果，倒闭旷野。神主要是设立律法，就是把人口给塞住，是不是啊？是塞人口的，把人口给塞住了，你没话说了，你就服在谁的审判之下？神的审判之下。这是设立律法的目的。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目的，塞口是堵口的，叫你闭口无言，叫你知道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进不去天国的，叫你知道你的肉体何等的软弱，不能行律法。今天你还感觉到我能行律法，那就说明你的口没被塞住，这律法在你身上没起作用。律法把整个以色列民全部塞死在旷野，今天照样谁要去守律法，这律法也照样塞谁的口，堵谁的口。律法的设立本不是叫人守的，看谁能被塞住了，这个人就有指望，谁没被塞住，他就 不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，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指望了。有很多的人把神所设立的律法当成我今天行事为人的标准，要靠着律法去行事，要靠着律法去称义，要靠着律法去规正人的行为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救恩，他们以为上帝设立律法就是给他作为道德标准的规条，作为行事为人的标准，这就本身就是错误。很多的人把律法当作道德
标准，所以呢，世上有世上的道德标准，那么天上呢也有天上道德标准，他就以为这是道德标准，因此呢，他行事为人全凭律法，不凭信心，所以他称义也凭律法，不凭信心，这样最后呢，给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？给他导致的结果就是永远是罪人，永远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永远也不能脱离上帝律法的刑，对他的刑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详细的查看为什么努力脱离律法进入恩典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脱离律法进入恩典。咱们今天看怎么努力。如果不脱离律法，你今天的努力都是徒然的。如果不脱离律法，今天你跟着跑也说你信耶稣，没有人承认，神不承认你，你一切全是徒劳无功的。神要今天说你不合格，谁说你合格都没有用，因为今天将来检验我们工作的是主，这个工作已经交给了耶稣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看看这律法的功用，就三个口，叫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律法的标准就把你圈在罪里，圈在不顺服里。我们再看第罗马书11:32，就是叫你服气。亚当一条没守住，又颁布10条，10条又没守住，又颁布613条。你不知道这啥意思吗？知不知道这啥意思啊？伊甸园无罪的亚当，神给他颁布一条律法，没守住，他死了。不但他死了，把全人类的人都带进死里，带进罪里。最后呢，上帝又借着以色列民给他颁布了10条，以色列民又没守住，最后又给他颁布连律例典章、会幕制度、洗濯规矩、献祭制度、节期、饮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给他颁布了613条，他照样还是守不住，一条没守住，颁布10条，10条没守住，颁布613条。最后613条又没守住，最后耶稣来了，又加深了。心里想的就算了，你没奸淫，你心里想奸淫了就算了；你没杀人，你恨人就算了。高不高了？高高。就像什么似的，我第一个台子没碰上，又给你加了一个第二个台子。第二台子没蹦上去，又给加第三个台子、第四个台子，一直加到天上，就是叫你够不着，就是为了堵你的口，就为了塞你的口。你200斤的石头没拿起来，给你加重，加500斤的；500斤的没拿起来，给你加10000斤的；10000斤没拿起来，给你加100000斤的。能不能拿起来？拿不起来。拿不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叫你服，律法就叫你服气。借着律法把你圈在不顺服里头，就叫你知道你的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你什么时候承认说我的肉体软弱，我服了，我拿不动？你什么时候有指望了？神开始什么时候在你身上开始做救赎的工作？你什么时候说我还行，我没事儿，我还可以拿起来？神就直线往上上升的，给你往上加，直加到你拿不动的为止。神今天就叫你拿不动，因为罪这个包袱没有人能拿动，死亡这个重担没有人能背起来，只有耶稣才能把这件背起来。如果是你自己靠行为去不犯罪，你是永远都做不到，你非死不可。
所以他就叫你放下重担，借着干系塞你的口，借着律法调皮塞你的口，就是要叫你放下你的重担。因为你拿不起这样的重担，你挑不起，必须把这重担交给主，就是叫你交出来。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条规给你，无论用什么样的要求给你，就是叫你放下。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是不是啊？耶稣为什么这样说？动淫念的和做的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些妓女犯奸淫，天天都犯奸淫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没犯奸淫的，心里想的跟那妓女一样，就叫同事的人都告诉你，你跟喇合都一样的，喇合当妓女，但你们没当妓女，你心里想的跟喇合做的是一模一样，他俩五八等于四十，是不是？神就叫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凡在世上的人都跟妓女一样，都跟那喇合一样，就叫你没有可怕的，就叫你完全放下你自己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把重担卸给他。所以把你往里圈，往哪里圈呢？十一章第三十二节，把你往哪里圈呢？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哪里？不顺服，借着律法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可要怎样？你要不顺服就有指望了，要连续你。如果你顺服律法，你能守住律法，你可完了。你能把律法一条也不犯的都守住了，地狱肯定有你。为什么？一会儿咱们看，地狱肯定有你。你不顺服才好，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你因为不顺服，你肉体不顺服律法的力，你最后呢心灵就会顺服神的力，对不对？神故意的把你圈在那里头，就是不叫你靠律法，只要你靠律法，你肯定下地狱了。神就借着律法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就是不叫你靠肉体，你要靠肉体，你肯定下地狱了。人靠肉体就得去守律法，人去守律法一定守不住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好，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，找到吗？二十二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圈几个圈了？两个吗？两个圈一个福，是不是？一个叫人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这个地方是圈在不顺服里，这用一句话是把人圈在罪里，往里圈。圈是什么意思？圈呢？那羊不顺服，几个人就把它圈，目的是叫它进圈，这圈呢，是不是？圈。圈是围的意思，就借着一些规条围着你，就把你围在不顺服之中，就叫你不顺服，就故意的把你圈在罪中，用律法把你圈在罪里头。只要把你圈在罪里头，你就有指望；如果没把你圈在罪里头，你就没有指望。所以犹太人说我没有犯罪，耶稣说你犯罪了。犹太人说我休妻就给他休书，耶稣说你犯罪的不是你淫乱的缘故，你休妻就是犯奸淫，谁娶了被休之妻也是犯奸淫，
你这就犯戒瘾，你犯了，你犯律法就是要你承认你在哪儿，最终看好拯救最终的人，因为耶稣来他是拯救最终的人，所以他把你圈在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要拯救你，要拯救你，要联系你，把你圈在不顺服，就是你不顺服才好的。你想到是吧，要用肉体顺服什么？你不顺服，就把你圈在不顺服中，把你圈在最终，就是为要救你。我想看是不是这样。二十二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最终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就叫你把借着律法，律法要求行，所以神借着律法就把你圈在最终，把你圈在不顺服中，目的是所应许的福把你圈在这里啊、哦，这是一个大铁罐子，多大呢？地多大它就多大，就把你圈在这里，这里装的是什么？罪。那么这里圈的是谁？所有罪人都在这里圈的，全世界的罪人都在这里圈，圈完了之后呢，就在最终看谁用信心跳跃罪，就从这里飞出来。有信心的，耶稣在外面做成救恩，在不在的罐中做成救恩，是在外面做成救恩，看谁能用信心从这个罐子中间脱离罪飞出来。耶稣做成救恩，谁能飞出来？只要信耶稣做成的救恩，就从罪里飞出来。只要相信耶稣代替我死了，就从罪里飞出来。这就是要联系你，先把你圈在罪里，然后特要联系你，先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联系你，把你圈在最终的目的是叫你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就把这救恩归给信的人，把所有人都圈在罪里，看谁能脱离罪，看谁使用信心能飞出罪恶，是不是啊？信的人就不被定罪，这神定下来的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就借着信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看谁是信，谁建立在信上，谁就能从这个罪恶里飞出来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先把你圈在罪里，然后呢，把应许的福归给一切信的人，都在罪中，谁能逃出来？那么谁在心里见到，谁就逃出来；谁在行为里见到，死在罪中，是不是啊？谁靠自救，死在罪中；谁靠耶稣做成的救恩，我凭信就行，就跳跃。这就是神给你立的约，新约就是这么立的。旧约是谁行了律法，谁就是耶和华的子民，没有一个能行出来。为什么行不出来？为什么行不出来？啊？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你为什么行不出来？律法是把牵在罪里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，是不是啊？律法塞人口的。第二点，律法把众人都圈在那儿，不顺服中，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联系众人。第三点，律法把人把众人
都圈在哪里？是所应许的福，会给什么样人呢？信的人。看这三点重不重要？神借着律法来塞人口的，人以为虚守。你错认为上帝的话，误解神的话。律法是塞人口，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哦，目的借着律法把你口塞住，叫你服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叫你服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这是为上帝的目的。他为什么设立律法？就叫你服。服在哪儿呢？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么第二点，律法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连续众人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只所应许的福归给什么样的？信的人。不然你得不着福的。把你圈在罪里头，谁凭信所应许的福，就借着一个通道出来，就是借着信。离开信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福。离开信，你就没有办法从罪里出来。所以上帝就设立一个信，叫所有的人都从这个信的通道里出来，就一个口，就是耶稣这一个口。昨天我讲了门，是不是门呐？耶稣说我就是门，叫所有人都从门走，门就是耶稣，所有人都从他身体经过。所有人都从耶稣基督身体经过，从幔子经过，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有的人越过了耶稣这个门，想要进天国，一定进不去的。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堵在这个救恩门，因为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做成了救恩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今天，你靠律法，你肯定进不去天国，就得靠救恩。这救恩有个门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门。”我就是门呐，我就是什么门？进天国的门。你要想进天国，只有一条路，就必须走耶稣这个救恩的门，把所有的人那边路都堵死了，就叫你从这一个门走，别从墙上爬。从墙上爬过来都是贼，是强盗，要偷羊的，杀害毁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偷羊的偷盗不是好人，才从别处爬进来。所以把所有人的逼都逼在这个门里头，通过这个门而走，是不是？把所有人都逼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的门里头。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你要找对门，是不是？这门要找对了，你就能进天国；找不到这个门，你就进不去。使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就借着因信耶稣基督这一条途径归给那信的人。只要不是凭着信心，你就进不去天国；只要不是凭着信心，你就脱离不了罪的辖制；只要不凭信心，你就没有办法冲破一切的死亡、阴间、罪恶，你都冲破不了。撒旦的权势你都冲破不了，神就把你圈在那里头，就叫你冲破。有信心的人就能冲破，没有信心的人就死在里头。所以神今天就在新约的设立这样一个救法，这叫完全救法。因为这个救法能救你进天国，你靠肉体你肯定死定了。所以上帝把所有的门都堵死了，就叫你走这一条耶稣基督这条门。两条道路，两等根基，两等选择，两等果树，两等结局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全是两等，圣经全是两等，一个生一个死，一个天堂一个地狱。你只要凭肉体，你肯定下地狱。所以这就把属神的人和属鬼的人给分别出来，就借着这一把你都圈在里头，
最后把属鬼的和属神的分别出来。属神的人就使用信心飞出来，从罪里飞出来，属鬼的人就外在的罪里的，就永远是罪人。来吧，这样上帝用这种方法把属神的和属鬼的给分别出来，把败的和麦子给分别出来，把预定得救的和预定灭亡的人给分别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谁是属神的他就使用哪个工具，信的工具，你谁属鬼的就使用手的工具。所以这样呢，神就叫那些守的人就叫他守下去，就好叫他灭亡，神就叫那些信的人就凭着信而得永生。属神的人一定凭信，属鬼的人他就永远不会相信的，永远不会相信他在这里打滚，他就在那圈在最里，他以为这里是好地方，永远也出不来。这是神让他们永远也出不来的，是神把他们都圈在那里头，就叫有一部分人出不来，有一部分人能出来，是属神的，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属神的，神就预定他借着信而脱离罪，不是属神的，神就叫他们凭着手而不能脱离罪。他就把这条路当成是正路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你看咱们信耶稣也不能不守律法，他肯定这么认为，这属鬼的人都这么认为，这咱们信耶稣了也不能不守律法呀，保证他就这么认为，咱也得守啊。这条路以为正，之中成为死亡之路，对不对？他就把这条路当成是正的，人以为正，之中成为死亡之路。所以今天主就借着这两条路来划分两部分人，借着这两条路这两种方法来划分谁是属神的，谁是属鬼，在罪里头仍然犯罪属魔鬼呢，是不是？就看谁真正明白了。你必须得晓得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。塞口是不是？不是叫你守，律法是叫你守住的。你守住，你发现我不能靠律法，我得靠救恩，是不是？我得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。律法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。如果你把这个律法的目的都给推翻了，今天你要靠着律法去进天国，你一定不属神，你没懂，你没明白，神设立律法是给你留着给你犯的，神设立律法不是留着给你守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给你犯？犯完了就把你手口给你塞住了，犯完了就把你圈在罪里了，犯完了就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你不犯没办法把你圈在不顺服之中，就叫你犯。所以耶稣怎么想方设法把法利赛人也给划在罪里头，所以他才说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，凡娶那未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了，就是要把法利赛人也划在圈在罪里头，是不是？好叫他承认他是个罪人，耶稣好拯救他，因为耶稣来就是救罪人的。但法利赛人说我没有罪，我守全了，我也没犯奸淫呢，我要休妻我就给他休书啊。耶稣说不对呀，你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就休他，就是犯奸淫呢，谁要娶这被休之妻也是犯奸淫，你看你犯奸淫了，犯奸淫了十条罪名中间不可犯奸淫，你已经犯了，你不也是罪人吗？是不是？耶稣就这么说的，他说我没犯奸淫，我守的可住，我也没休妻。他说你没休妻，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，你先犯奸淫了，你怎么说你没犯呢？你动没动过淫念？法利赛人说我动过了，动过怎么办？是不是罪人？是罪人。法利赛人说我也没动淫念。好，耶稣说你没动淫念吗？你恨没恨弟兄？你没杀人，你恨没恨弟兄？恨了，恨弟兄就是杀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借着这些话，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连续众人，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连续众人，不顺服才要连续你，圈在罪里。
才要拯救你。这就是神的目的，这就是神设立律法的目的。我连律法的目的我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我都不知道，我没办法脱离律法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设立律法。这律法设立完了，坚决不是叫你守的。可谁能凭信心跳跃这律法？跳跃律法了，最后呢，你就是蒙拣选的对象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很关键，很关键。第四点，第四点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律法不是给肉体设立的。你用肉体一去守，你就会发现有所不能行。这是第四点啊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能不能行？不能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其实律法一无所成，在救恩上它是一无所成，什么他也做不到，他只能把你圈在罪里。律法只能是定你罪的，律法只能是捆锁你的，律法只能把你带到耶稣面前来，他没有能力救你。好，第三节找到吗？罗马书第三八章第三节找到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律法借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律法借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你肉体软不软弱？软弱。能不能行律法？不能。有所不能行，就是根本就行不了，压根就行不了了。你肉体软弱去行属灵的律法，用软弱的肉体去行属灵的律法，这叫有所不能行，一定行不了的。有所不能行，就是根本就行不了的。原因是因为你是软弱的肉体去守不能救你的律法。那律法昨天我讲是高压电，是不是高压电呢？你用肉体去触摸高压电，就等于死路一条，是不是啊？那律法是代表上帝公义的刑罚，是代表闪电、脚声、雷轰、山上冒烟。只要你去守律法了，你一定守不住。只要你守律法了，你一定是死路一条。死路一条，你只要去守律法，一定死路一条，你逃不过去。这一节你就逃不过去，死那一节就逃不过去，是不是啊？律法本不是教人守，叫人发现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。如果你发现借着律法，你发现了我的肉体实在是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在你身上就成功了一半。你守不住律法，你发现我自己守不住律法了，你就有指望了，是不是有指望了？你就有指望了。如果你发现我还能守住，你就一点指望都没有。
因为没有什么原因，因为你律法这样圈你，你都没发现你肉体软弱，不能行。有的人还咬着牙瞪着眼睛的，哎，不省不行啊，要守不住也得守啊。有没有这样人？有这样，这是犟嘴的人。神赐的律法就叫你看见我肉体是何等软弱，没有办法达到律法公义的要求。如果我肉体就能守住律法，耶稣何必道成肉身，还得麻烦他来到人间成为肉身死一次呢？你想想看吧，我若能守住律法，耶稣来死干什么？不用麻烦耶稣了，因为我就能守住了，我还用耶稣来干什么？耶稣来主要是代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诅，就是因为我没守住，所以他代替你死，你只要相信他是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，承受罪的刑罚，那么今天你就从那个罪中出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一个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是不是？那个义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群不义的，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，信福音不守律法，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从律法里跳出来，你才能有指望进天国，否则死路一条。原因是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神就差遣，正因为你不能行，神才差遣他的独生儿子。神差遣独生儿子原因是因为你守不了，你肉体软弱，他体恤你的软弱，不让你守，就借着耶稣基督在肉体中定罪案，代替你定罪案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你们，只要不随从肉体，是随从圣灵的人，必须不随从肉体，是随从圣灵的人，律法的义才成就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律法的义往谁身上成就？什么叫法的义往谁身上成就？看好了，我肉体软弱，这肉体是不是软弱？这是圣灵，这是我的灵。看好了，咱现在划分，这头是圣灵，这体是我的灵，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是我的肉体，是不是啊？我肉体软不软弱？软弱。能不能行权律法？不能。现在律法现在就在这了，律法对焦就在这，但我肉体软弱，不能行律法。这时呢，圣灵耶稣为我死了，代替我承受律法的咒诅，我就自己不能再靠肉体去守律法，再靠肉体守律法，这就叫随从肉体的人，不随从圣灵的人。这就说明我的灵想要守这属灵的律法，律法是不是属灵的？是的。是。我是不是属肉体的？是的。我靠这个属肉体的人去守属灵的律法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不可能。那么我的灵没有圣灵的时候就没重生，圣灵内住了我就重生，我和主的灵合二为一灵，成为一个新造的灵人，里边有一个灵人，外面一个肉人。现在呢，神叫我的灵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。只要你随从圣灵，和圣灵合一叫随从圣灵，和肉体合一叫随从肉体。对，听明白吗？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一灵，神就告诉你，就给你这应许，只要你跟圣灵合一，这叫随从圣灵的人。随从圣灵的人是随从圣灵引导的人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神的儿子，这不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叫
里随从，只要随从上帝，神就把律法所要求的义成就在我们。只要不随从肉体，我们只随从圣灵的人，这个灵的人身上。你用律法去往肉体上成全，行行不行？行行。你用律法往肉体上去守，行不行？行。律法这个义不往肉体上成全，往灵上成全，因为律法是属灵的，它的义就得成全在属灵的人身上。所以我必须从神生一个属灵的人。这个肉身，这个肉身啊，律法这个义不往这个肉身上成全，乃往这个属灵的从神生这个生命上成全。因为律法属灵的，肉体是属地的，律法的义不可能成全肉体，所以神就告诉你，你只随从圣灵，我就把律法义成就在你身上。你不随从肉体，你不跟肉体联合，你不跟从肉体，你不靠肉体守律法，你只靠着信耶稣基督，这就叫随从圣灵的人。随从圣灵引导的人，上帝就把义成就在这个人身上，不是叫你肉体去守律法规条，乃是叫你里边这个人随从圣灵，上帝好把律法要求的义成就在属灵的人身上，不成就在属肉体的人身上。所以心灵因义而活，身体因罪而死，成就在属灵的人身上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了。这身体不是成全律法的义，这里边这个人有了基督的灵，他就是随从圣灵的人，是不是？我里边这个灵人是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的，不跟肉体联合，乃跟圣灵联合，跟圣灵联合，跟从圣灵走，随着圣灵引导，按照圣灵引导，是不是？神就把义成就在他身上，不成就在他身上。听没听明白？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圣经这么说的，这就心灵因义而活了，身体因罪而死，这个因罪而死了，所以受洗就是他死的，身体因罪而死了，心灵却因义而活了，就这么活的。你想这么办，你就有永生。永生是他得着的，不是他得着的。对，永生不用用肉体去得永生，用灵去得永生，好不好？好。有多少人是肉体得永生的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肉体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肉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罗马书第第八章十节就这么说的：如果基督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是不是？神的灵要在住在你们心里。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。好，人没有神的灵，注意看啊。人若没有神的灵，他就不是属基督的，他乃属肉体的。基督的灵住在我心里，和我的灵合一的，从此有他就不属肉体，他乃属圣灵。什么叫属灵？什么叫属灵啊？没有基督的灵。这个灵就是属肉体的，死在肉体中间，死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。当基督的灵住进我心里的，从此以后，我的灵不属我的肉体，我的灵乃属圣灵。听没听明白？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不是属基督，他乃属肉体的。基督的灵若住在我心里，从此以后，我就不属肉体，我乃属圣灵了。所以灵人出现了，新人出现了。就这么活的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灵死在肉体中间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就这么活过来。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活不过来。基督的灵就是住在你心里，就活过来了，就这么活过来。所以今天这件事很关键的，普世教会他也不这么想，都在一个人的改人改善，就改这一个人，犯了洗，洗了犯，犯了洗，洗了犯。就这么来，他也不懂重生啊。我们今天讲这个特深奥，他也听不懂啊。凡听不懂的，听一听他就跑了。罪人在一人的会中站立不住的，他就肯定跑，100%跑，是不是？压听雷的活着，一打雷的时候压怎么听雷？
是不是？压出雷是不是？因为它里边没有圣灵，所以它不压出雷，怎么样？有了圣灵了，它就不压出雷了。只有有圣灵的人，才能晓得神的旨意；只有有圣灵的人，才能明白神的救恩。我这么讲，那么他都不明白，这就说明里边他压根就没有圣灵。有一些人他注定是灭亡的，神就不让他明白。同样都圈在罪里，神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一群信的人，谁信了归给谁。那么信的人也是预定拣选的，正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那里边讲得很清楚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救的都信了。他没预定，神就没预定，神就说告诉他们，进着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神就叫有一群人就永远不明白，那群人他就注定灭亡的，神就不让他明白。神说我恐怕他眼睛看见，我不让他明白，叫他看见是看见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就不明白，恐怕他们是吧回转过来明白了，我好医治他们，就不让他明白。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晓，至于别人叫他看是看见却不明白，听是听见却不晓得，就是叫有一批人没有预定得救的人不让他们明白。如果一旦他们明白，他们就进天国了，不让他们进天国，他不配进天国。就有一部分人是配进天国的，有一部分人是不配进天国的，进不去的，神不让他们进去，是不是？感谢主的恩典。好，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你还要靠肉体去行律法吗？神就叫你承认你肉体软弱不能行律法，把你圈在律法之中，把你圈在罪中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只要在律法下，你就在罪中，是不是？原因是因为你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，这是神告诉你说，孩子，你的肉体软弱千万不用肉体，你随从圣灵，别随从肉体，别靠肉体，努力地靠肉体去行律法，因为你的肉体软弱实在也没办法行律法那么高的标准，你行不全，你只要不行，你只要随从圣灵，不靠肉体去行律法了，我就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就不随从肉体，我们就乃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咱俩立个约，神跟人立约，就是咱俩立个约，立什么约呢？你只要随从圣灵，你不随从肉体，律法的义就成就在他身上，他就永不灭亡了，他就永不犯罪了，永不死了，行不行？神就要跟人这么立约，你只要迎合这条件，只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，神就把义成就在他身上，行不行？行。这就叫律法刻在心板上，你只接受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，那么律法就等于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不刻在石板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是不是？约柜也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的心了，你的心就是上帝跟你立约的约柜，不再另外制造一个约柜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旧约亚伦制造的约柜里面装着亚伦的发芽杖，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里面还有马大罐子，代表灵粮，我们心里有灵粮，主的灵粮，我们心里又有死里复活基督那个生命，又有两个法板，代表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只要基督住进我心里，律法所要求一切的意义我都达到了，刻在心上，不刻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是刻在心板，不是刻在石板上，心板上，那么我们的心就是上帝立约的约柜，
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在我心里头，马拿罐的灵粮也在我心里头。马拿罐代表灵粮，你心里有没有灵粮？有。亚伦的发芽杖代表耶稣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对。两块法板代表律法的总结，就是基督已经住在我心里头，所有律法的要求我都达到了，不是我达到，基督帮我达到的。只要基督进到我心里，律法所有的他都成全了，他达到，只要你把耶稣接到你心里，那么就不用你靠肉体守了，律法所有要求的你都达到了。谁帮你达的？就是耶稣帮你达到，他住进你心里帮你达到。他要不住进你心里，你永远没办法达到，对不对？你靠外面肉体那是傻瓜一个，缺心眼的人才靠肉体，因为神已经告诉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。你今天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就是你的肉体软弱不能行律法，设立律法就告诉你不能行，你律法就要求肉体，我的肉体软弱不能行，我就直接告诉我的肉体不能行律法。上帝好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你这个信的人，律法要求第一我达不到，但圣灵来了为要叫称我为义，对不对？我达不到，圣灵住进我心里头就可以称我为义，只要我信，只要我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么圣灵来了就称我为义，只要我不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么圣灵也不进去，圣灵也不能称你为义，你也不能重生，你也不能得救，你也进去进不去天国，你也永远不能成为神的儿子。你放心吧，你肯定进不去天国。听没听懂啊？听懂了。这个地方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必须明白的地方，这是最关键的地方，也是救恩最基础的地方。如果不脱离律法，你就永远不能重生。如果不脱离罪，不脱离律法，你就永远不能脱离罪，不能脱离罪，你就永远不能脱离死，不能脱离死，你就没办法脱离将来地狱的刑罚，地狱的审判。所以必须的，众教会所有的教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必须从律法中间出来，脱离律法，不靠守律法成义，乃靠因信耶稣基督成义，就一条成义的路，守律法不能成义，是不是？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，靠律法就没办法成义，律法要求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使我成义，是不是？是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38节到41节，律法不能使我成义，反而使我谬。律法不能使我成义，反而使我灭亡。律法不能使我成义，反而使我灭亡。你信不信律法不能使你成义？你信不信？信。我越守律法，守摩西的律法，非但不能使我成义，反而导致我灭亡了。往下看第38节。所以弟兄们，对谁说的？对所有的人说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小的就是当明白，小就是明白的意思。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，这人是谁？耶稣基督传给你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这里提到摩西律法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。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，你靠律法，在一切都不能成义。一切是什么？一切不得成义呀、啊。不得诚意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
个世上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，一切都得，一切不能成义，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，是不是都得啊？都得什么？成义了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就都得成义，在一切不得成义，靠什么？靠摩西的律法，靠摩西的律法，一切都不能成义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时候，只要信靠耶稣基督，就都得成义。律法所有要求的你都达不到，你都没办法成义，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，上帝告诉你都得成义了。好事坏事？好事。你只要你靠摩西律法，你就在一切事上都不能成义，但只要来信耶稣基督就都得成义。所以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成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，这是一个福音的路，就一下把你选上。你靠这在靠摩西律法不能成义，但你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只要是中国人就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。你靠摩西律法在一切都不能成义，但信靠这人就都得成义了。那边是一切不能成义，这边是都得成义，你要哪个？你是要都得成义的，是要一切不得成义呢？都得成义。这是比较，一个是不能成义，一切都不能成义，一个是都得成义了。你是要哪个？是要都得成义，是不得成义？都得成义。傻瓜人就选那个不得成义的，明白没？你看上帝告诉你，那边不能成义，这边都得成义，那边一切不得成义，这些是什么？都得成义。就叫你比较一下，你信耶稣基督还是靠律法？你靠律法一切不得成义，你靠耶稣都得成义，这是一个对比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福音。你努力从不得成义的律法中间出来，进到都得成义的基督里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叫天国是努力进入？如果我靠律法就以为是努力，我使劲手跺着脚的手咬着牙的手，你干不干？我干。你不能干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不能干那个糊涂事，什么都可以干，不能给人当陪葬品。对，当陪葬品那都糊涂无知的人才给人当陪葬品。但今天我们这群人是上帝的儿子，特殊拣选的，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，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一群人，所以我们这群人呢，一定不能上当受骗，不能上鬼的当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休息一会儿。